希望所有政府帮助我们多鼓励吃素环保，因为我们只有几年的时间能改变气候变迁的历史进程。我感到高兴，现在已有许多政府正在鼓励儿童吃素，多吃蔬菜，少吃肉。我非常高兴，或许我们仍可以拯救地球。Maybe we can still save the planet.One more thing is, 另一件事是希望我们能够获得媒体的帮忙。每天他们印报纸时，只要在某处加个标语，开始吃素，加入环保，拯救地球，这是我想到的一点。And all entertainment, 所有的娱乐节目在播放时也可以在前后加上，请拯救地球，开始吃素，加入环保。每个人都一起帮忙，政府也在各地设置公告栏标示，开始吃素，加入环保，拯救地球。Be green, save the planet, and then, all the 另外所有的布告栏和广告都应加上一句，拯救地球，开始吃素，加入环保，这样我们就会安然度过，展现笑容。即使是那些肉食者，像是每天都吃肉的人，现在如果只吃肉半周，而另外半周吃素，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心的欢唱了。这是我的期望，这是解决地球危机的方法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认识一些报社的人，就可以建议他们，只要加上小小的标语，在任何版面加个标语，每天他们印报纸时就加上，请拯救地球，开始吃素，加入环保。如果有人想深入了解，他们可以问其他人，或收看我们的电视台，或浏览我们的网站，很简单。我已经花了很多钱在报上登广告，但还是不够。我认为所有的媒体应该帮忙拯救地球，因为如果地球毁灭了，他们也会毁灭。大家应该了解到，钱没有用，房子没有用，权力没有用，到时候每个人都会死，所以我们要尽己所能让人们了解这一点。我们必须拯救这个我们唯一拥有的星球，也是我们所知最美丽的星球。